他说。他说。对。这个是我走的今天的心情。对。很强烈的心情。像这个是在6月10号的时候，当公司有些，其实我那时候本来第一时间想要来这边跟你说的，就是想让你知道。公司有这样出现，是这样 ，OK。好，然后后来就已经公布了。那当后来呢？是，您这边的一个回 mail 的一个鼓励，对，还有我突然的一个想法，是，我在想说，哎，那如果公司这边有些这样的情况，对，那我是不是可以一样的，试试看，继续来执行？然后投入设计这个方面 ，OK，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这就是一念之间，本来想说好，所有东西都撤了就放弃了，然后就一念之间，然后就想法就开始来，然后呢，就跟好朋友才讲一样，发觉我才跟一位，我在想我的一些构想，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些构想，对，我还没讲一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他可以讲，我对这个东西太有兴趣，是吗？他是一个台湾法人的董事长，是。而且呢，他热心到我说哦，好吧，那我就继续把我的计划大概的讲了一下。好，讲完之后呢，没多久，他告诉我是说，有谁谁谁谁谁，就是他自己去，跟这些人说，他说他们都很有兴趣，是吗？因为他还是金融就是银行的长董长监长监这样，然后有金融界的 ，OK， 哇，我就在那一天，然后我发觉他们有兴趣的同时，对，我就把。告诉他们从头，因为前面有跟他们相关的，可是我就把它删掉。然后呢，我就告诉他们说：“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跟他们讲什么是设计，他们完全没有。然后我剪接的，我那天有比较多的简报，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领域，对对，你知道吗？完全不知道。可是他们对这样子的想法，他们非常喜欢。所以我说，永续的生命力是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支持。那他们大概年龄层都是在我的比我上下10岁，都这么有热情。对啊，对这个东西，这个我光概念啊，我们帮他简报完之后，所以我说永续的生命力是他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对这件事情共同的投入。对，没错，是就是这样。是，然后呢，所以我就跟他们做一个简报，从头开始，然后后面几个，我大略的跟他们讲大概会发生什么事，这个是很重要，然后这个是大概，因为他们有跟农业有接触，是，所以我把这个部分的比较多一点。那我知道这个其实是很多策展的那个就是 SDG12挂在那边，是这个概念，跟他们做一点点的分享，好，就是因为农业的部分，好，那再来是这些部分，这个部分都大概都分享，然后再来呢，就是再提到是说原来的计划的构想，然后呢，好，那也是呢，跟他们讲是说，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两个部分呢转换成另外一个，那当初只是要一个构想，然后我们跟他说呢，就是说，其实我给我自己的时间其实是原先是半年的时间，然后我说我大概每一个月会跟他报告进度。就是说这段时间，因为会有很多的想法会进来，这只是初步的，就从最原来的这个构想开始。那这个构想开始呢，其实呢，在这个提案的时候呢，从4月份开始已经在进行，在联谊会那边。没有在联谊会，没有在，就是在竹科，对，自己在竹科委会那边，然后的团购，就是当初这个构想，对，就已经，我就直接那边，可是还没有架构搬好这一块，所以其实，可是就是 KPMG 还不知道，OK， 可是还没有架，可是那是我原先的，因为这个执行，可是我们先把。因为我们觉得很重要是，如果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要先要一个 model， 要一个 model， 就是团购这个事情，然后每个公司的服务或者是窗口，团购窗口要有一个网络，要有一个运输，然后又每个公司要有一个联系的窗口，然后是吧？而且这个是呢，员工会，我们是从员工，我知道 ，bottom up 这样子，那还没有个服务会报告，就真正的是共同购买了，是，可是呢，跟这个主题一样，是永续海洋，就是讲到海洋，就这个部分呢，等到，然后呢，包括石油化的部分的话，怎么样叫他们做喷注？因为他们这一块，他们因为你对他们来说是有点距离，就是他们对他们煮的很简单，常常就把煮到鱼汤里头这样子，然后我们必须给他们有点变化，类似这样子。那执行以后，然后那个效果，第一档的效果就比我们预期的好，所以很有信心。
所以呢，现在我对好，这个是也跟他们讲一下，然后呢，再告诉他们，这我就不能够跳过吧？我告诉他们，看到我自己就想跳，我不想，是不是？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因为他们是董监事的部分，是了，所以他们知道说，你们没有听过，可是这件事情执行了，他们都是很正。我记得，我在第二届的时候，我来看说，哇，他们大家都好正式，很重视，对。他们在上台颁奖的时候，啊、那个表情却那个大型连锁店家乐福啊、摩斯汉堡啊是是是这些，是是是，所以这个照片很重要。那你看，在这样子的地方，他们也没来过这里，也不知道这样。我说，你看哦，这是一个走廊，这是一个这样看起来是一个钢骨架构或是什么的，可是这里面是多么重视的一个，全部都是上市贵公司要等等这些东西，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部分，然后呢最更新的部分哈，然后呢这那把金融加进去，因为他们有些是金融业的。所以我们让他们了解好这个东西举例，然后再过来。OK。后来呢，我这个叫时间序，好时间序的时候，后来呢，我既然有这样的想法，就因为这边的加入这个部分，就知道哇哦，原来有很多的资源，原来可以这个产业有很多可以深入的地方。对啊，然后我对 CSR 这个强烈的兴趣，这个我是上线上的，好，就是他初阶跟高阶，初阶跟进阶，他在高雄上课，光线上课程我就觉得，而且事先要先读两家的，对，刚好这两家又是跟我有一点点熟悉的，知道真巧、okay、真巧。初阶的时候就是我之前提案的，因为没关系，所以我把所有东西就不直接对，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他跟我理解的、跟我了解的是一样的，是没合的。我觉得他们是有做到，有点那个真实性。然后我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喜欢。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呢，有了上了这两天课以后，我都还要复习哦，因为我们还要视频。今年就可以参加，这样反而就真的变成名声了。然后再来，然后这个啊是，然后原来你看我之前提案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一些，对。可是我上面已经有是大学跟医院，啊、是的，学校跟医院了。可是哦，原来今年原来学校也有这个语义，对啊，因为 USR Code 和 SDG 这个是趋势嘛，每个 USR 都必须讲，甚至到哪个细项目标，对。其实我会提到医院的地方的部分，是因为在去食品所之前的银发一个会议后，然后我们一起回去的路上，有两家医院，那其中有一家医院的部分，他们说院长跟他们提到说 CSR SDGs 欢迎跑，哇哦，真的已经到了，有传播力了。对，说院长跟他们说，然后呢，好，然后呢，大学的部分，后来我就要去听，这又是两天的课程，到现场，哇，我听到那也是很，因为他讲到各个学校的，各个学校，然后再加上国外的这个部分，哇，觉得全部人都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没错，那种感觉，哇，大。国内这边是比较新一点，医院可能就更新，可是就是在国际上面，真的就是有志一同，是是 是，然后可以连接的这么好，对啊，就是很好在在。然后这个再回到是说，就是我们跟他们的简报里头，我告诉他们是说，这一些，因为我们在进阶。初阶跟进阶的时候有提到，然后我们就刚刚讲说，哎，你看哦，这是全面性的哦，好，跟他们讲这些举的哪些都有，是是是，然后再举一个更直接的例子啊，这个好，这个跟他们也看得懂，就是跟 Buy and Hold 跟我想做的这个部分，就是你看他们这个部分是不是，而且又是金融体系，跟他们熟悉的通路端、供应链端等等等等，其实不是因为它是金控，就好像离一段距离，它这里面每个员工都可以投入，是。是，那我好震惊！每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就是短短这几年，你看2008到现在两年呢。对啊，现在你都不用说明，很多人会反过来跟你说，说爱的确很重要。真的，然后我觉得太，我觉得更待何时？如果不这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既然大家都这么的热腾腾，没错，真的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是跟他们讲讲，
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原先的构想里头是会把这个就是食欲的部分把营养的部分加上去，就是一并教育大家了。对对，那因为这个领域是我就是健康这一块呢，就是原来的天然健康应该是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重视跟注重的这个部分。嗯，那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呢我还另外会做一件事情。嗯，好，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跟福大联系这一年的合作，让我们很美好的活动，也知道大家会有就是大家听的需求。这场让我就是因为这总共健康促进的这个讲座的部分，其实有知识量的部分，就不同的议题，有医生、营养师，那这个让我有感触很深。这一块是我会想，除了产品之外，这一块是我会想要有涉猎的。嗯，而且我觉得营养师专业也是靠着这样子，他不会只是好像在帮一个人一个人，他是在帮我们整个社会去改变的饮食习惯，对他的那个社会影响力又更大。对对对对对对，他们讲的那个部分，而且他们现在可以做到深入浅出。对啊，我觉得很棒，真的很不错，非常好。是好，然后呢，所以呢，我就开始，既然这么的，有强烈的兴趣。我就报名，就是七月十号开始的课程，然后我觉得这每一个，然后有十周的时间，然后因为我就在这个领域，然后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这是十一号开始，啊，真的，我前面的兴趣再加上，对，初阶班的时候，我们研究的这个报告里头，就是我有认识的这个企业，他们居然一年办30场的健康促进讲座，很棒啊！是，可是我知道他，因为他们那个公司特别特别注重员工，就等于每个礼拜几乎就有一场，一两个礼拜就有一场。哎，对，对啊，非常照顾。而且呢，当我这样想说，我都可以想象中，在两年的经验有哪一些其实非常适合他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母婴的婴儿中，生命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注意影响内向的。那一系列的母婴系列的部分其实特别适合他们，类似这样子，所以我刚好就这次其实我之前就很好去上，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今年就下定决心，那是十一号开始，是非常好，太棒了。等于是营养师啊等等，都是把还根本还没有生病嘛，然后也都不要生病的情况一直往前，就是大家的习惯的改变。是，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说你是有安排这样，就是你是概念的部分，就是你是。安排这样的，我想要再去。其实我之前有在学校里头进修，就是营养方面。可是这一次呢，又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要去再深入的了解这个。这个是我昨天才知道的。是啊，这个是劳动力发展署，这个我知道。对，这个是他们专门为了社创方案来设计出来的一系列。可是我必须跟你说，就是其实我是在端午节之前，我也收到一个 mail， 对，然后他推荐的是另外一个，然后我就报名了，在高雄的，结果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就是要确定，对，猜猜看有多少人报名？不知道，选25位，就是只有25个名额，不知道，100-200位，真的。哦，去年是第一届，这是第二届。哦 ，OK， 所以很热门呢、啊。很热门。对，这到我完全，他们完全超乎他们的想象。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然后呢？星期一的时候到下班前，我收到通知，我是被取二，100-200个被取二，就算已经很好了。可是他告诉我机会不大。确实，因为前面的人大部分都会去。好，可是你知道我好想你看看这个课程，我觉得这是我现阶段最需要。我觉得我在其他地方，这些都是这方面的专家，真的，他们都研究很久。是，高雄呢只有一位是一样，其他是不同的。那我每一位讲师，因为这个领域对我来说是新的，我一个个去拜读。哇，原来他们真的都是这个领域的，我真的好想听。晚上我真的睡不着，我没有办法说。就是这么想上的课，然后我就想办法就 Google 来 Google 去，桃园有开，对。然后猜猜看，他这个名额是30，多少人报名？可能不到100个，高估。啊，真的，没满。对。
然后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是，我觉得好可惜，好可惜，好可惜。对，然后呢？不过这个对你是很幸运了，一点都不可惜。是是是，可是我所谓的我所谓的小班教学，我说。我一直很，我一直对动漫很有兴趣。刚才真的很棒。然后呢，就是说，我所谓的可惜是说，那一百多个，对啊，像我一样心情的，对啊，过来几个嘛。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我想说，因为我不能够跟承办单位 SGS， 对，所以呢。我想说跟劳动部，因为他们有个主办单位，然后我就跟他请教聊一下，而且我也想了解，说是不是这几年公务真的他们比较不一样。然后我刚刚那个就是他们后来他说哦，对，他这个他们省的，他们没有特别注意到。然后我们讲说，如果有人像我一样一直打电话去，或者是说一直觉得一直在等待中，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这样，因为桃园他们说他们还可以还有名额，大概还有几年，然后。这就是明天，这就是明天，这个是我昨天才发现的。对啊，有啊，盛芬老师也，我们一直有信件往来，对，这个他一直在研究，就是像我们社创会议的逐字稿啊，什么都是他研究的材料，对，他其实这方面真的钻研很久，所以应该可以学到很多。然后呢，因为我每个月要做一次，我希望 这 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其实整个七月份，这三个课都有同步，是同步开始，还好，对，然后呢，就是会，因为我收集好了所有的，然后呢，就是整个的计划，就从这个登录的这个精神里头，要填入的要登录的部分，用这样子来问，然后去，这是一个 checklist， 等于你手上已经有一些，你已经很确定有了资源想做的事等等，那其实对老师而言，他也最喜欢这样的学生。等于是说一起来创造一些，是吧哈，是吧，而且就是说那一些比如说那些架构没有，只是不要把它填入，就是，可是在这个时候，我还是现在内心觉得说还是少了什么，就是我只是我原来的那个构想，可是我觉得我不了解这个领域，对，我缺少那个 DNA， 所以这个 DNA 在这个之前，在还没去上课之前，我用什么调整？不过就是上课，就是一天之内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就是这个共创的精神，就是刚好，这段时间这么密集，刚好，因为它就会跳出来，对。然后我看了，就是听了这一集呢，然后很好玩，我这样看影片的时候。就我有感觉的，我就跟人家打逐字稿，对吗？我就在手机上面打，等于做笔记，对。然后很好玩哦，我还不知道，因为荧幕还继续在放啊，就是桌机在放，对。我不知道我对他怎么样的回应，对，跟那个一样，对。可是我先把它，我知道这个地方，我看到这里，我觉得有感觉，有意思，我就先打逐字稿起来，然后我就发觉。这个就是我觉得那个 DNA 你必须要调整，我必须要再融入的。这个是我之前没有的。或是那么没有明显，就是总是希望做到八九成再去跟大家分享。是，但这个就是你做一场石头汤的时候再就去分享，就是这样子。所以，然后这个昨天。所以我家人出差回来，我跟他们分享这两页，我念给他读的，这个逐字稿，为什么用逐字稿？为什么不修饰？因为我觉得那个逐字稿，我觉得逐字稿有力量，对对对，有精神，是啊，这字都不用删，确实，那个是不一样，有一种好像你到现场的感觉，对对对，然后我用念的，对对对，念的读这样这个部分，这两课，这两个部分好，是，然后，好，然后这个呢，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感觉。可是这些东西呢，这几页呢，都是我有感觉。是。可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放在一起。对。可是，然后我有试过啊，这是昨天的事情。对。然后睡觉醒来还没有感，还没有。可是我想他会的。会了，其实有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在睡眠里面拼凑出来，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你跟其他的利害关系人还没有完全都访到，
对，就好像那个拼图没有拼成一个完整的形状，可能还缺几块，这样很好玩。这个架构里头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这边的登录系统的那个架构，没错。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在上那个 CSR 的部分，对，我内心小小的想法是说，我也会用别的东西，用那个架构来写，不管是多小多小的。对。然后呢，现在呢，这个也是利害关系人 的概念。本来其实7月2号我是要去访一个图门的部分，我是要去大溪的。那因为这个课程，因为后来那个我就改成参加7月9号的那个场次。好，这是利害关系人，那个是我们觉得想要了解的。然后呢，另外一块呢就是CSR 上市公司，这是两端，没错没错，那两端我们都需要了解。嗯，那怎么样可以共同创造一个大家都可以觉得看，而且你看那一些支持的这一些企业家，对，他们为什么有这个精神？他们我发觉呢，他们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他们是会想要回馈，那个心是有的，只是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方式，不知道这样子的，就是所以你可以去了解。以前总觉得好像是说他如果退休做公益，他是尽他一己之力，是，可是事实上他最厉害的是在经营的时候脑力的那个经营能力。以前他只是不知道说，哦，原来做公益也需要他这种能力。是，对，那像我们等于就是说，没有，你本来经营企业，你本来 RY 很厉害的，你也可以来做 SRY。对，你本来去做你的企业的那个 business model 很厉害的，你现在可以来做 sustainability model。对，那其实他的这些想法，其实在他的想法里面，等于是他如果自己去当志工，他跟别的志工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就是一个人而已。但是如果他运用他企业经营的能力的话，哎，他还是可以发挥几十人、几百人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是很大的吸引力。其实对，在端午节之前，对，那天有又跟我讲说，有一位就是两岸的企业家，他又有兴趣，是吗？然后他说要希望能够让，然后因为我知道他，我还没有理解，我觉得他说我还没有准备好，不能像他们那么熟的人，我跟他们介绍到这样出街的，他是我必须要再完整一点，是的。然后我昨天跟他说，我就说有这个课程，我说麻烦我7月底，对，我在做第二次的，在做 pitch，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就是一直，我本来是6个月，然后现在有可能，我希望他就是不要设限，看什么时候就是开始。就你觉得准备好就是准备好，是，可是我现在还没有跳出那个名称，对，就是登录的名称，了解了解，最前面吗？最后面，可是呢？对，这个呢，我现在，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CG 是我非常有感，也是在很多的影片里头，可是都没有在说明。可是呢，你听到这一句的时候，你会叮咚，对，整个人会震一下，对啊。可是，这个特别把它，然后跟它放在一起，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就很搭嘛。对，很大，因为这等于就是17个大问题嘛。但这些问题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理由，是这样。我下次再调整一下颜色上面，就是要不要统一。好，然后呢，中间是这个连接，对对对对。因为少一个，对，刚好17个字，我理解到你的用意，对，不然本来不对称这样，不是，然后呢，这个就是现在很多的东西，我现在把这个东西先输入，看需要输入多久，然后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实际上跟他们。就从课程，然后要去到每个酒，是，很棒，谢谢分享。还没，最后一个。好，那所以呢，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你觉得哪一天如果跳出来那个最起码公司，理解，可是我想最快要7月底嘛，理解，我就会提早，然后这个观念改变了我，就是也是很大很大。只是因为你不能改来改去嘛，对，一下子改一样。一开始还是要有一个价值主张嘛，是。然后我是想说，这段过程中会让它慢慢形成。可是呢，
名字还没跳出来，可是已经有我那个更新版里头这边已经有的两个 Gmail 的新的账户。Okay. 好啊，一个是没关系，你就用那个账户 email 给我嘛，反正你有好，对，我就知道你的 email。对，我们都是跟这个相关的，对，都是跟这个相关的，非常好。是，然后所以如果还有一点点时间，有啊有，给我们一点点，好啊，我想大概两个吧，一个是很感谢你刚刚对我们这些逐字稿的肯定啊，你刚刚还特别转身跟空位这个致谢，我们现在这个力量回来了，十五三回来了。对，但是确实，因为其实这个就是黑客精神，就是说解决一个问题之后，不要再让别人浪费时间去想你已经想过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是精髓啊，就是说我们叫做开放式创新，它一开始的目的并不是要创造大家的财富，而是要让大家减少大家投入的成本，尤其是时间成本。那因为时间成本是最宝贵的嘛，你没有办法回收，也没有办法摊平把它拿回来，因为一个人的寿命就是那么长。对，那所以你等于你帮大家省时间，其实就是等于延长大家的寿命，是一样的事情。对，那就像我刚刚讲的，透过这种就是影响力的模式，你试出一个模式，像刚刚讲的员工的共同采购的模式，你把它分享出去之后，你只要省到了另外一家企业的服委会或者他的员工干部一些时间，这个乘上他的员工数量，哦，那就是很可观的一段时间的数量。那这个虽然没法货币化，但是它可以量化嘛，它一旦能够量化，那就是管理师或者经理人，你就可以去说，哎，你看你采用我的这个社会创新的方法，你员工多了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创新，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而不用就是卡在本来的作业方式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形成你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主张，就是说跟你结盟，跟你当伙伴的好处是先不要想说未来赚什么钱什么，而是帮所有人省时间，延长所有人的寿命，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是一个很好价值主张。对，那第二个是说，同样也是回到这个黑客精神啊，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说向彼此学习了。其实我很喜欢就是一个意象，就是说我如果是送一个礼物给你，我要弯腰嘛，然后你也是弯腰拿嘛，所以你从旁边如果拍个照片，你看不出来谁在送谁。就是说施跟受其实是一个循环，就是你跟利害关系人访谈，感觉上好像他在分享他的经验给你，可是你提问的方式也提醒他，哦，原来事情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看，所以其实并没有一定是谁是给予谁是接受，双方是互相的，等于这个共创为什么那么有价值，就是因为你如果不是共创的话，双方都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想彼此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刚刚才用拼图来当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闭门造车，就算看了再多文献资料，醒来还是不会有一个完整的 picture， 因为没有这个互相给予的这个过程。所以这种互相倾听，就是积极倾听，就是不但听，而且像我会告诉你说，哦，我听到什么，我觉得里面哪些是重要的等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对，那这些如果你有一些心得把它分享出去，我觉得像盛芬老师啊等等，哎，这个说不定就变成他的论文啊等等，所以又是一个共创，在就是科学上面共创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昨天在跟家人分享的时候，也是这两点，二跟五。对，我念的时候念的特别有感，然后特别大声，就是而且我觉得谢谢，感谢，非常感谢。好，那我们就一起加油，然后你用新的 Gmail 再写信给我。好，谢谢，有空可以逛一下地下室。好，谢谢，谢谢，谢谢。